我的三个老弟去打霸王球，他们都身怀绝技，尽显神通。 2 hours later， 小伙子，我们要下班了，还费钱下班？没带钱，我也没带，我也没有。多大？身上还不带钱？属羊的，20岁羊，我也20岁羊。把家长叫来吧。龙哥，来救我，龙哥。 老板，我来赎人了。刚有意思了。